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方天锋老师。方老师您好。大家好。那么龙星战也给大家播出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对局呢就是A 组的第四局。那么出场的两位棋手啊，其中一位韩一舟，他已经是一直在连胜啊。对。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对局室的画面，两位棋手要进行猜先。那么右手边呢，这位就是一直在连胜的韩一舟，他对面呢是赵晨宇。啊，经过猜先之后呢，两位棋手呢是交换了座位。韩一舟现在是前面先赢了李维清，对，然后从下边一直往上打，然后赢了刘星，对。这么今天是他的第三局是吧？对。只要一直赢下去就行了。因为我们龙星战的这个赛制啊，进入现在本赛阶段就是一个阶梯挑战的形式。如果说这个连胜的棋手啊，如果赢的越多，他越有可能出现在半决赛当中。是的，这种赛制也属于公开赛的一种，他只要有机会一直赢下去就行了。好，我们看比赛已经开始。对，星位现在下的比较多。对，比较普通。开局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对，现在流行的下法，方老师。下法，对。过去这地方下这个位置比较多，如果喜欢下小目的话，现在呢下在这儿，他这样故意留出一个好点是吧，挂角的好点留给黑棋，就是你要挂他准备飞的，是一个阶段流行一种下法吧。现在的下法就是白棋这个小飞起来的特别多，小飞多，加的很少了，加的很少，因为你加什么它都是飞。一间二间三间，一二间高加三间高加，只有这个他们据说还要飞，还要飞啊，加就是飞，对对，也可以飞，但是说这些加一个它全是飞，这个局面很混乱，很混乱，这个白棋觉得这步胜率高一些，现在这步流行吧，但是胜率高也就高那么千分之几。对，其实这个胜率可能对大多数棋手或者说人类棋手来说可能是没有意义。对，最后的胜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所以可下的还是非常多，是是是，还是比较自由的啊。接下来黑棋点角，韩一舟直接点角，这个好像也像是一个套路是吧，方老师？基本上现在就这么下，你挂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挂这边，挂这边点角，然后小飞小飞，那大致就这些，胜率差不多，这里差的比较微小，要是业余就更没关系了，职业也关系不大，看哪个更熟悉一些。对，就是个人的喜好，直接点角。对，哪个他可能凭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是快棋，他希望下一个呢他自己常下的比较熟悉一些的，所以他点角他肯定下这个下的多一些。白棋呢肯定就是两边挡哪边，棋的感觉上呢是挡这边，但是从招法上说来好像挡这边也行。对，其实都可以，就是点三三的时候这两挡有一种说法，说你如果想在哪一边成空，那么你就挡它的相反的方向。是的，因为你本来挡这边要围这儿，挡这边是围这儿，可是他现在呢也不是那样说的，因为挡完这边之后他准备要跟你继续下的。比如说他爬，比如说现在黑棋如果爬他就飞，他认为黑棋是顶的，顶，对，顶挡，你现在搬，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搬，他就是他把后续的变化呢他想得更远了。这个变化完呢还是要，原来说的没错，他还是要围这儿。对，但是说他以后的变化，他现在就断下。先断一下哈。对，现在呢就是要么打这个，要不打这个。你打这边先来简单一点的这个。对，然后上面先打试一下。要不要有的时候还是先打一下？
对，现在肯定是不走了，有的时候走，有的时候不走，对。如果这样进行的话，好像你看它还是这边，对，就是挡到这边之后的后续变化，最终呢白棋的这个势力是转过来了，转到这个另外一边的方向。那么他不吃这个呢，还有一种下法是打这步更流行一些，好像他吃这个，就是说这个定时下完白棋断这个的时候，黑棋打这个，这个要注意，有些人经常断错，不要断这个这个就手滑了，对，是吧，这个打看上去差不多，打皮是沾上，还是打，嗯，不要退，退的话他将来有扳，他这块就黑棋就活了，对，所以打掉，这是个定式了，接飞起来。一般说来白棋还会走一个，这个对局中比较常见，这个，是是，应该我觉得很多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两定式，这个定式就是黑棋找机会要动出来，不能就这么死掉，那白棋还是围的这边，虽然是挡的这边，它是围的这边，过去呢这个变化呢想不了那么远，所以觉得我挡这边是要这边，现在挡这边虽然挡的这边，要的还是这边， 是相反的方向。嗯，当然变化很多了，你挡这边也不见得这边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他一拖啊，是是是，所以你看他棋挡在这边了，他还是要这边，目标是在上方，对，左方。来看实战，他挡这边了，卡飞吧，飞是，这是常见的。接下来黑棋拖，对，黑棋拖一飞的时候，好像接下来黑棋也是要么拖要么顶，对，一般基本上看年龄，年龄老，看年龄年龄老的肯定就顶一个，然后那就是说这个顶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明的变化啊，比较平稳，平稳，甚至于呢白棋年纪大点他飞都不飞，他就长了，担心人家一拖比较佛系，不是说拖不行太复杂，对，这个，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现在它没有定论，这个拖现在如果说这个直接顶，就是刚才飞的话直接顶，这大致会形成一个什么变化，再搬，对，就这样的，这个呢白棋可以走可以不走，下成这样的白棋这个局面是很平稳的，白棋可以直接走，那就是定式了，直接搬了断，这样可以走，或者直接搬了连搬，或者说不走的也挺多，挂这个，加这个，那么点这个，那点这个挂这个，这些都可以下，好像差别比较小，比较平稳，对，比较平稳，就是白棋的选择比较多，局面很平淡。实战，实战呢，看来两个都很年轻，不惧，谁也不惧，对。两位棋手确实是很年轻。对，这个赵晨宇呢，是今年好像刚刚二十岁，99年出生的。韩一舟比他稍微大两岁，97年出生的棋手。对。正好他们刚好啊。我们这次龙星战不是分组的吗？一个是20岁以下组，还有个20岁至30岁组。30岁组，他们两个虽然年龄只差2岁吧，因为刚好有这么一个门槛啊。这个赵晨宇呢，就是从20岁以下组出现的。对对。韩一舟呢，就是从这个20至30岁组出现的。他在20、30岁的组里，他有优势呀，他22岁，对，年龄小一些。但是我觉得也不容易，韩一舟这次成绩很不错。在预选赛当中就是连赢了好几位这个强手，对，嗯，来看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比较复杂，对，那首先先说呢这步现在不怎么先顶，没什么人下，不过顶这个可能就是最应该说最原始的最古老的一个定式，对，现在慢慢的不喜欢下了，慢慢不太喜欢白棋了，下的不怎么多了这个定式，因为呢将来呢弄不好被人家点一下，这个点是白棋最担心的一个，对，有的后续手段啊，对，反正现在下这个的下的少，嗯，所以如果是搬完，那就连搬，他就把这俩吃了，你打他就接，就打，把这个吃了，嗯，对，要不然就这样下，要不然他就不搬了。既然搬，你就可以预计他一定是准备吃脚了，对，连搬了，很少退了，最近几个月吧，最近半年的样子很少人搬了，
那么要不就是飞，然后年龄大点就长，一看对手比你小，基本上是一看对手比你小那就长，就单长啊，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基本上比年龄，看对手比你年轻就长啊，实战他俩飞拖，这个变化比较复杂。哎，这个变化一出现，因为现在的问题是白棋不肯退，因为退的话他飞呢白棋不尖，白棋将来是飞的，暂时也是脱先了、嗯、点角二加呀，他将来是飞的，那现在等于你要是退的话呢给他搬起来了，这两步交换呢白棋现在不肯下，嗯，所以一拖实际上除了搬，现在几乎就没棋走了。那么搬下来搬感觉局势马上就变得紧迫起来了，他长的确是两位年轻棋手啊，我觉得也是比较血气方刚啊。就是呢下边一定要有比较多的研究才行，嗯，因为这个定式一出现啊，就是应该说最近时间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大家都比较头疼那个定式，叫做米氏飞刀。对，因为这个定式呢没有结论，就怕没结论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嗯，不知道究竟结果会怎么样。有一段时间断这个，但慢慢的有结论了，他是退，那他搬这边，嗯，打，这也是一个本来下了很大幸福大定式，这个下了好几十年了，这个胡下了很久了，啊、点这个，这个下了很久了，在这个我们研究了很久了，但是后来不下了，变了，现在是下这个了。这个飞我印象很深，这个好像最早是这个阿法狗提出来的，对，他下这个、当时推荐的这一步，但第一次摆出来，嗯、大家觉得，嗯，觉得这个很奇怪啊，这步棋。他现在下这一步了。他还是，但是慢慢的好像对这样子打吃，他就吃这个，就吃过来。他推荐不看上去黑的也行，你比如就下成这么个结果，就下成这样，他不见得马上提，嗯、有的时候呢还到这骚扰骚扰，比如说这个，对，要往出跑，要往出跑这个。那么白棋看看哪能补上现在的棋，现在的棋这一步这一步。反正现在不会老老实实提的，底下小上边大，比如这个这个你不知道现在走什么，天马行空啊，大致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把这个补住，嗯，总的说来中央大，嗯，这样呢主防止他跑出来，他再跑你打把他蒸掉了，对，这回呢他得走了，不然一接跑出来了，是，那就提掉也很大，嗯，对，他会提掉，就成这么一个结果。对，这个棋形如果我觉得五年前来看的话、嗯、乍一看肯定觉得是黑棋便宜了啊，把这两个子这么凌空提掉，但现在再看方老师您怎么判断他也是黑棋呢，我觉得也没亏，因为从目数说来十五目左右，关键这个角呢是白棋先占的角，嗯，白棋的星位，对白棋的星位，所以呢这个结果黑棋亏肯定是谈不上的，差不太多吧，啊、哦、可以接受，白棋这儿有外事、哦、黑棋是可以接受的，黑棋可以接受，白棋的角下成这样，对，只能说在 AI 的眼里我觉得他们好像更重视中府的发展，更重视中府是吧，嗯，他觉得中央呢更大，所以这个字呢多少有一点点用，多少有一点儿，还有一点用是吧，大致是个两分的样子啊，应该是两分，这个就是大致就成这么下了、嗯、但是这个断的少，黑棋现在慢慢少了，黑棋一下断这个，对，现在更多大家是断在这个位置，对，等于呢刚才那个结果人眼觉得差不多，电脑觉得白棋稍好稍好，对，少，那么他的稍好就是说一百盘多赢个一盘两盘，对、嗯、可能差不了一两个点，一个点可能，这也差不多成定式了，嗯，就等于冲完了断这个，对，小尖那么长压，这个见了很多了，这肯定要压，一打一长，打完了长先手把这个蒸了，所以他是压搬，这成定式了，对，这一般接下来又好像到了一个分叉路口啊，对，稳健点的就是接的实战，他们也是这么下的，对，然后还有人搬，对，这一般就没什么定论，马上变得特别复杂，不清楚，搬他基本上是虎，对，然后他搬他会接
土，然后它搬搬一下接住，就下成这样。以下不明，没有什么定论，也不给大家摆了，因为你摆完记住了，一看啊，我们弄错了。接下来这个这一代的变化，我觉得可以摆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啊。对，它就是准备要气炸，是准备气炸，比如说点一个呀，靠一个呀，靠完了脊柱打结呀，挺乱的。有这个挺乱，白棋现在这就得有比较多的研究才行。这部分我相信他们这两位年轻手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在这一代的变化。也不是，他主要是没定论，一堆高手研究啊，没研究出来究竟该下哪儿，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没谱啊，因为大家都没有研究过。而且呢，有的时候这种棋比较担心，就是说谁真的研究出来一个新的招法，那么可能人家熟悉你不熟悉，他就不像有些确实有定论的，他就知道该怎么下。像这种没有定论的东西呢，这种快棋他就很担心一些没见过的东西，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啊。好，那我们还是看看实战。对，实战。实战就很稳健了，这有了啊，这有了还原。他搬压压搬就接，白棋接是比较稳健。对，接的话现在只有力，黑棋几乎是只有只字一手断完，这样就形成这个复杂定式当中相对简明的一个对一行。这个局面就见得很多了。现在的布局呢，好多棋呢看上去都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它都是这种选择。AI 呢给出来呢比较胜率最高的点，大家又不肯退，所以说呢总是照着人家的最高的点去下，就成了这样的打这个。从布局配置来看，我觉得好像白棋还不错啊，方老师。白棋这种感觉吗？这个飞呢基本上就预计成这样下，它一直就预计了。实际上呢你挂一个完全黑棋完全可以变，好多招法都是可以变的，但黑棋并不认为这样不行。因为什么？白棋虽然熟悉这个状态，黑棋也很熟悉，所以两个人呢其实下的都是一个他们两人都熟悉的局面。他也知道对手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也熟悉，如果下别的应该是双方都不熟悉。一般情况是大家都是下自己熟悉的，所以俩人你看都下的这个形状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再下来看，再往后发展谁呢更熟悉一点了。飞，这是定式，比较常见。对，像黑棋就是有飞有跳，有飞有跳，这两步都有人下，有飞的有跳的。实战是选择的飞。这基本上都是定式了，他不太敢压了，怕他走过去。你要不走呢，这儿有个靠，这儿有个靠，所以他先飞一下，他不太敢走了，他就走那边。有走高，有走低，对，走高走低都有，走一步。他实战是走在低位啊。实战走在低位，对，走在。高低其实这个区别大吗？高低呢对中央的对这儿的攻起来呢容易一些，但是对帷幕呢稍微差一点。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下呢，白棋由于这儿有打拔，白棋这儿有个打拔，所以这块棋得死活没有问题。死活没有问题呢，走高点呢对中央的势力好一些，但是帷幕呢就会差一些。第一感好像还是挺想下的四线的。挺想下四线，对，三线三线也不错。对，挺想下四线，因为从这儿呢往外出头，四线也可以下，感觉是能威胁威胁他。对，三线下的人也不少，喜欢实地的下在这儿。对，看普通就是压了。对，普通是压，对，跳，这类下法是比较多的，压的跳，这是常见的。对，这是常见的一些招法。他这个压也是当初黑棋飞的下一手是吧？飞意思是你贴这边他就会 走这边，你要是拆那边他就会压。但是那个拆诱惑力太大，那边太大了，所以白棋估计就走这边，反正你压他就跟着跳。差不多就就这样。实战白棋走的比较强硬，扳头。实战他扳头了是吧？是。是不是哪儿
如果跳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进行，然后白棋这么一搬起来，棋局好像要变得要紧迫一些啊。压一个比较普通，对，跳是比较常见的，但实战他没有，他先从这儿来，哦，先靠的，他先靠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实战靠，一看你低他就靠，他想把这儿来加强一下。这个棋呢，他平时一定是下的比较多的，这个比较熟悉。对，这不靠。哦，我看到这不靠，我就更觉得白棋是不是高一点会？不知道。更好一些。他搬搬，就这么几步下，退一个感觉不太肯。退一个，这个靠段已经被黑棋补上了。对，靠段被补上。这样可以争子，正好是有利。但是呢，他现在呢，如果把这个先走掉，啊，先贴吗？反正也没有跨了嘛，他这儿有子跨断没了，看他退不退。我很想顶上去。好了，你顶上去，他是不是就能压你一下？受不了断吧？那就再长。那他这回放心退。哦，这边已经交换两手，白棋便宜了。那白棋黑棋有没有可能不在这边硬了？做这一头，脱先。这个太大，形成个转换。这个转换白的还是行吧。这边现在暂时中央还是很大，哦，尤其这个开盘，开盘中央很大。嗯，将来他还不给你吃，他跑。哦，我看看能跑吗？跑不了。是不是飞死了？飞死了。飞死，跑不掉。要是没有味道的话，好像三个棋筋被吃了，有点大，是吧？对，因为他现在不肯退，退了的话呢，这些东西没了，既然没了，拱一拱，把这走掉，他会退这个，还是这个可能性最大。哦，他退这个，你退这个，那他这个碰就。木梳上就变成坏棋了，对，他要是这样，他就不肯碰了。这个碰就变坏棋了，就是在他碰的这个瞬间，马上贴问应手。对，因为这儿呢还是挺麻烦的，有些打入呀，这地方老有个撑断什么的，搞不好呢这儿有子，这儿还有断，把这儿先加强加强。先来先贴一个问问你是。退还是挤是吧？对呀，啊，先看看你走哪儿，因为反正这个靠没了，那头一走，先走一走，因为很现在不肯退，先让他走一下再退，先走一下，这两步交换白棋便宜了。看看实战，他是搬起来，实战他搬了。就搬下去，慢慢走一走呢，这边走不够，他慢慢走的呀，这边的断呢就没有了，他加强了就。黑棋也是想在这里面借机啊，把自己中伏补后。走完他就压过来了。对。白棋在这儿便宜不着一下就差很多，对，打吃。他实战他是搬过的，对，连搬，实战连搬过了。您说他现在打吃是吗？打吃他肯定长，因为呢，首先第一感呢是想这样，但是不知道成立不成立。因为棋是外边大嘛，这是棋是第一感是走这步，这个我一下看不清他会打这个，这是个什么结果？他打吃，把这边吃掉。这就提吧，不然打力长他都死了，打不打一下？虎还是提，虎住吧。这怎么样？冲断，能把这边吃掉？这样形成转换。对，这样形成转换，还是压在外头好。你长的时候，它冲断也能吃。这样是转换，是第一感，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这边都挡到底了。对。好像觉得白棋还不错，这样子这个模样还是很可观的。他们的棋呢一定会打进来的，能不能吃掉是个问题，还是要拼力量。
他瞄的这个段能不能打进来，在这带的借用啊，对，他肯定是要进来，但是到底了，胜负就看能不能进来，如果进不来的话白的还可以，他可能稳健点也就这样了，那就看这一带的分寸是怎么进行了，敢不敢进去，进去还挺有心情打进去的，对，进去的话也很危险，因为呢就这一个借用，不管借用在哪儿，但是他会挡的，挡到底是先手，比如说他也可以先刺一手，刺呢他就给他还不肯刺，他还不肯刺，他不肯刺，刺完他就挡了，这个就接住，他要瞄的断他不肯刺，哦，因为刺完把断，他可能哪里有子呢，他是瞄的断的，他不见得肯刺，刺完那一个风险很大，好像黑棋可能是这样想，那样风险太大，这是凭感觉上说来，黑棋应该是从外边尖冲尖冲，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黑白棋长过来就是另外一盘棋了，对，这是说另外的格局，从心情上说来是从上边要打过来，嗯，因为你无论是这个打这个打都不大，都不太好，感觉是应该走外边，但是他们年轻期时候我发现也是基本上是不弃子的，基本上是实力，对，是吧，实力看得很重的，弃子的话等于是先投资了，然后把最后这个本钱压在这个自己的大空上，这样子就比较有风险，来看他们实战，实战搬过，搬过，嗯，对，他就打底下了，就把这个吃了，他们很看重实地，接这个地方没有太多变化，也可能单提的单打的，看看现在实战是压的，对，要提了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冲，会不会被点一下，哦，很有可能，那可能这是他担心的地方，对对对，因为那个打现在暂时不要，你接上没法看了，这棋接上白棋不行，这一接白黑棋已经把自身的断补好了，这还得奋力打一下，他踢到那儿了，嗯，不然一挖死了，这样的话这一团一点也不厚，就这么一只眼，嗯，那个被黑棋盛得太大了，所以这个结果白的是不行的，对，所以白棋只能是先压一手，对，交换之后再提，黑棋吃掉，白棋再提，对，实战下成这样。我们来看他的目，这是十目到这儿，二十目，二一二四二五二六，这块二十七目，黑棋二十七目，我感觉现在轮黑棋走，应该说这个结果白棋还是亏了，白棋亏了是吗？白棋亏。没得着什么东西，嗯，它主要是后手，现在还轮黑棋走，白棋呢刚才不管怎么说呢，这是自己一个猜三呀，你们一碰全没了，还落个后手，就提了一个，提了一个呢也不算很厚，这几个他要跑出去谈不上后事，就这一只眼，待会儿要是被他黑的如果逃出去，这个谈不上厚，那就比较头疼了，对呀，因为你如果打完这个，这一带就有个尖呀、跳呀什么的。你不打这个，这个打，如果都没有，这个打吃和上面这个打吃，只能走一个先手。你呢，基本上看样子是这个有用，但是你不管哪个有用，你要走完，等于是这个样子，待会儿还被人家点一点什么的。所以他也这个地方也不能轻易的交换，不能轻易交换，他不动，所以这块棋不算很厚，这个结果白棋肯定亏了。嗯。那不如刚才从上边过来把这儿都吃掉了，是是是，木数他的木也损了很多，嗯，这个地方对白棋吃亏了，在这个战役是在压压，对，他在压过来，他不肯跳了是吧，白棋可能不太肯跳，嗯，本来这招还是正招常见的，实战他是搬起来，那现在来看这个搬起来就好解释了，他必须要走得强硬一些哈。对，他觉得那边亏了，他想搬，实际上呢你搬呢他外搬也不知道怎么样推，他就压一压，嗯，搬起继续推，这有加有打，他还是会进，这个口袋还没有封住，没封住，对，
不过他的从心情上他不肯，他断了。对，来坐这。嗯，这是实战，实战他断了。对。打进去了，好像是打在这儿。这儿。瞄的这个断，哦，还是要求断，还是要瞄这个断。这始终有个断，但是白棋。普通是要补的，那个有个断的话就不好攻了。白棋补完，黑棋这地方弄不好就损了。对，因为你那块也不能不要，这地方白棋先下后了，这有靠的能够吃掉。这样的黑棋很有可能把自己陷入一个比较，对啊，麻烦的情况啊。嗯，不见得好。不如刚才方老师说的这个连扳两手再浅削进去，比较清楚，比较简单一些。嗯。这样呢，这块也没有完全好，这样局面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白棋因为没有问题，这三个一靠是能吃掉的。对，有个后门。这局面复杂，嗯，那你弃哪边呀？它到处都比较结实。是。不是很简明。啊，有一段的话，那么白棋就补住嘛，还是要补住更好。又不便宜，那么跟这还不如点了，那不差不多吗？你点它也接，嗯，它一直不肯。其实这一带就看作是黑棋的权利好了，是吧？对，那一定点得着的，一定点得着。对，对。那这两手交换，它不见得便宜，还不如这样的，不见得比这样好啊。这个黑棋不见得比，就对，放这儿和放这儿不见得哪个好，是吧？不见得哪个好。你看这白棋就虎在这儿也很硬啊，嗯，挡是先手，或者是就算差不多，人家点总是能点着的，不，这不跟点差不多？这样更硬一点，黑棋的空间呢，看上去就更小一些。对，那这步棋还是应该补过来。实际上我看到他是直接靠断，对，他吃那个，对，吃这三个子，再怎么那块还是问题不大。对，嗯，他吃那三个就跟那他肯定断，看你怎么处理。这样子黑棋把自己的这个包袱甩掉了。对，关键这一段黑棋好像一找到这个手段可以进行整形了。对，那就看白棋的想法有什么好招了。嗯，白棋正常总不能吃这个被他一收不行的。对，这个可以先走掉，挡是先手，会打吃保证你吃是先手，啊，保证这个是绝对先手。接下来怎么办呢？那还要他这儿搞不好还有几，不能收气啊，只能跳了，只能跳了，应该是因为打不行，打他跑争是争不掉的。嗯，争不掉啊，这样子不行。这样不行，因为你打几下之后呢，这儿还有个挤，这儿有个挤，黑棋。那我只能补住。对，黑棋这儿有个，你补住呢，它挡住，扳等于先手都过了。还要渡过。还是渡过。这几个都清了，它这还要渡过，那我觉得不能去阻。白棋这一带可能不能，有点动弹不得了，感觉。对对对，所以只有跳。普通的话大概是跳这个，跳这个呢好像它都清了，你看它这步是先手啊。嗯，它会不会先走这个虎一个，也有可能，反正它也尝不出来，嗯，打也打不出手来。打的话它就跟你虎过来，它也只有打了，好像没招了。虎倒是就打劫了呗，它就跟它打劫，黑棋不见得一下。哎，我是不是可以粘住啊？粘住也可以挤，那不见得好。你吃了那俩不活啊？这样子，那不见得好，反而重了是吧？捡起来，对，反而重了，不见得好。他大概不会煎。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打吃的时候我先挤？打吃你挤它总是粘呀，你挤它总粘呀。哎，我看这样的时候。嗯，我现在的现在的啊，现在打吃提掉了，他提掉了。嗯，而且也不能保证你能挤着挤，他也可能提，不能保证。对，他可以缓一缓，很轻了，黑棋很好处理了。嗯，他将来有个虎，现在就虎了。哎呀，虎一个也挺爽的，虎都不知道下哪儿呀。虎的话是不是只能这打吃了？打现在打，那个，打能打到吗？便宜不便宜？关键就算你打着，那我就团回来。贴是先手，有点不太能看了，哦，贴了一个太不舒服。对对对，你要接的话，你说留一个挖啊，不过他又打。
贴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挡过来？这回现在贴是后手，但这回能糊了、这个结成了颈结了，这个不太能。总之，这个棋被黑棋一断，白棋你不太好抓住对方了啊。比较不好办，因为你现在退呢，他有挖，你现在不能打了。这个景气劫，白棋要死了，这个劫太重了，黑棋轻，真是的。你现在要是长出来，它有挖，你打打它接，它铺完了打完了小尖，是这样对吧？它踢了，铺掉吧，铺掉，对，再打小尖，小尖，总不能收这个，跳也跳不过，这。最白的不大行。现在的这个焦点就是说，白黑棋打入之后，如果非常轻松的就做活的话，那么黑白棋可能就时控上会有些不均衡了啊。因为这地方是白棋的控，白棋从一开始就开始经营，主要就是它的主要的目。这地方目如果被破掉的话，时控对肯定会不均匀的。黑棋在这儿已经成了不少了，这还有三个子。所以这个空被破掉是不行的。所以这一代的可能攻防的要点就是说，白棋要把黑棋紧紧抓住，不能它轻易的制孤成功。对，让它变重。所以当时我觉得虎一个还是虎一个断掉的，虎一个它不知道怎么跑。有可能这一步靠有点随手吧。它也不可能补一个很无聊黑棋。是是是，这三个子吃的有点见小了。是，好像有一点着急啊。那黑棋呢，看上去很好处理。来看实战，在这快棋当中，可能一瞬间的这个选择又出现了一些误差啊。对，就是现在白棋靠被黑棋一断。我们刚才和方老师研究了很多变化图，好像没有替白棋找到很好的办法。实战这步有点不好看，那个打。但是他。不走的话，如果万一被黑棋这么贴下来，他必须走。我觉得是只能跳，还是跳？跳还多少能？他可能还可以顽抗一下，是吗？受不了人家虎，一类的。来看他实战，他就团啊，对他先打吃打，再团，把那个吃了。但人家挡都是先说啊，这个先挡掉先挡一下，对，先挡掉，然后团。那黑棋挡先手呢，这块看样子就比较好处理了。对，飞啊，他实在是走的这一步都活了。白棋不肯挡，白棋觉得立二拆一，挡的话他挡是先手，他还老不走，那他往起贴，他就把他吓活了，没走，他实在是走的这一步。他走的上面压，他走的这步爬。对，现在好像黑棋因为这一挡是先手，打吃先手比较好处理，是好像已经很难对黑棋有什么比较严厉的攻击了。对，外边呢也没得着什么，因为黑棋呢这几个都挺轻，其实还有到处有打吃，那已经很轻。白棋在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势力，这势力是谁的还不知道，而且他不走这个，因为将来留的贴完这些都还是先手，黑棋还比较狠啊。黑棋还不走，黑棋还想着贴呢，贴完你看这些都是先手。这贴住你还搬不出来，搬他搬。现在黑棋你搬他搬，白棋比较难搬。就说这个地方你还出不来，你不能打。他有扑呢，搞不好。扑这个呀？哦，这一提从后面打吃，后面接不归。有这一类的可能。不过他抓一个已经呢，这一代还有些不清楚，扑接不归什么的。所以他实在走的，我估计你挡这个，他是不是马上就贴了？有这样的心情，拱掉。我觉得方老师是不是就贴起来算了？以后利用这个挡的先手，轻松在这边做出一个这个小城堡啊。反正他们的棋，我觉得他不会贴，他不会往里还要更狠的是吗？他肯定会走外边，但是这个贴，我觉得他会贴的，他比较担心这个。你现在只有长了，长他就拱一个下哪儿呀？他总不能接吧？不知道下哪儿了。就打打吃，但是你看他打先手，他很容易啊。
也轻松的处理了。对呀、啊，嗯，这一单打先手，它比较好的处理。这几个，这俩跟你这俩对跑，对，你吃了没多少木，但是你还得花手术，还吃不干净。总之这一带，如果黑棋一旦是自己轻松处理好，对，感觉白棋就落空了。白棋就这儿吃了三个，没有得到很多木。我们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嗯、最早的这个棋形是白棋的星位，对，白棋是很空旷的一个地带、嗯、是吧？白棋的先占的空角，但是这一串变化进行下去之后，黑棋先点三三之后，这个城的脚步非常大。因为本来你看压完了飞嘛，白棋这么大个阵势，这儿还有一个猜。白棋飞，黑棋飞，白棋猜，白棋这儿还有一个边儿、嗯、现在这儿被人家破了，就吃了这一点儿，那么这边也被破了。对，这个所得太有限了，没有得到东西。对，这个结果现在的局面肯定白棋不好。嗯，来看他实战，他没挡，压的这个实战，他压这个、嗯、这个没有，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就是这样，这没有，这个没有。嗯，走，他是压这个。就我们现在知道好像黑棋啊白棋是比较难办的、啊、白棋现在局面不好，因为他挡是先手啊、嗯、压都有棋，对，他是借用比较多，这三个吃的等于还不如吃到这儿呢，气撞得太紧。对，这是实战搬长、嗯，不能连扳啊，连扳他打先手挡先手，他能接，可以接回去可以接回去，一个都不丢。对对，所以他长，嗯，他爬不能再长了，再长他冲，这不是先手，嗯，那么他一打一爬就都过了，所以他不能长。这是实战，实战他顶住。黑棋挡了吧，马上就现在挡，他是先刺了一手啊、哦，先刺了还够黑的，现在还要刺一下点了一下，是立的时候挡，对，现在挡，因为怕他不要了，这个立了一下你再走啊，就变重，这是个习惯，他就打掉。嗯，虎棋没接，那接上不肯。对，你接的话，我估计他是接，这块已经活了。现在这两下打都是绝仙。你要吃他，必须跑这个。嗯，你跑这个对，打他就活了，立也活了。对，立下来也活了。他会把这个尖掉，对。嗯，立下来也活了。活了，这还差个飞。对，这个白棋不大好，这个局面。嗯，这样子白棋时控上肯定要有问题了。这个成最大了，那黑棋再走，成了这样一盘棋。这儿也活了。嗯，对，黑棋好这样的局面。来看他实战，白棋肯定也感觉到不大好。我觉得白棋可能正在后悔。当初这个怎么没有糊起来？对，实战他是点了一个，接上断可能也行，尖了就接，冲，打一下，压吗？对，这里头得补一个。不好补、啊、就是搬一下爽一下不太好补不知道搬一下爽一下，就是搬一个，然后只有吃，也不可能多压，多压完那个已经死了。嗯，要吃了黑棋总还可以打一打，把这个蒸了黑的可以，这个再进行一下，黑棋又成了很多的木了。对，黑棋成了木，实在黑棋是接的，黑棋可能觉得接也不错。对，黑棋现在下法比较多，形势还是不错的，那一带白棋亏了。嗯，看来韩一舟在这个我们第十届龙兴寨上还是、嗯、这个状态是很不错的。对，棋很熟，你像这个碰，对、嗯、那个在白棋在这儿吃了亏了。
这是实战，对对。然后再刺，哦，也够凶的，还要刺。对，我就我觉得他看他这一代的手法，感觉黑棋状态很好。我觉得他煎一个，确保活了，这还不肯是吧？这步没有煎还不肯，还要点，接了吧？接了。然后现在立立，确保这块活了，因为打打是先手，这已经活了，让他接之前煎了，接那块已经活了。一直没接，这个一直没有交换，没交换这个是吧？嗯、白棋加，黑棋这几步倒不见得便宜，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这个有点把自己走的有点重啊，对，不如刚才像您刚才说的直接断掉，一个是直接断掉，一个是尖也比他好，他后手补了一个，嗯，点完一看没棋下，比如尖在这儿，那他也不可能走这个，因为毕竟被封进去了，这还得补回去，嗯，补回去，那么他要走这个，现在黑棋是先手啊，比如说挡下来，比如说猜一猜，那头没事的呀，你扳顶你要吃他必须提呢，他接先手轮黑棋下是活的，黑棋下往尖也行跑也行长、嗯、他能跑出来不用担心，因为白棋不厚，他自己这还有一个段，所以白棋黑棋走总死不了，跑得还不错，所以他要是尖完之后他能猜着这个白棋，黑棋估计下得顺手了，这点完了呢对这块又不活这块又不活，又弄了半天不敢吃人家、嗯、也不敢封住，对，还是退回去做活了，退回做活，但是好处也是他一手棋已经活得很干净了，还没煎是吧，还没煎，对、嗯、一直没煎、嗯、那白棋加过来，这感觉这地方、嗯、这几步下的让白棋又看到了希望是吧，缓和不少，对呀、啊、白棋缓和不少，对，本来黑棋都能猜着这个，白棋不大好，那现在白棋不管怎么在攻这个黑的脚也守住了攻他，那黑棋就看这儿的是个什么结果。嗯，对，他煎这个，那局面好像又变得乱一些了。不肯接回来是吧？不肯，搬他搬，他搬，这怎么办？退。嗯，断是先手，还不行吧？黑白的，他冲，白的不能这么下。哦，他还。他现在断的话呢，他会靠出来。你冲他打吃，这个他先煎了。嗯。嗯，跨出来，这个煎不煎吧？跨了出来，打掉。打掉。你接住，他再接回来，这样你吃这俩他不要了，这是个接不归，你跑接。黑棋可以把这俩吃掉，但是这边要死了，这一串死。这样形成转换。转换黑的不好，不黑的亏，好像不便宜啊，只吃了两个子，有点小，有点，所以说他先冲一下，他先冲一下是这个意思，把他下重，嗯，下如果长的话，我再刚才那样进行，我就可以吃在这里了，吃这里是先手，他不是这样的吗？他吃这个是先手，现在在断，你现在如果再打再接再走什么的时候，他打一下，打这步是先手。你还得接，他这里边已经有子了，他吃这个已经交换掉。嗯，对，他再吃。嗯，这个跟这个就差很多了，这不管这样等于多跑了一个子，多跑了一个。这个不止两目棋，不止还差手棋了，因为吃这个是后手，现在成了他先手提。嗯，这个差了不少，等于呢你吃这个。等于扳断接、嗯、那黑棋现在补这个，那白棋把这儿吃了，他等于跑了一步给人家一提对，又损目两目倒是罢了，被人家一提差手棋了，嗯，这样轮黑棋走了，嗯，他不行，所以他先冲，先冲是一个好次序啊，对，先冲呢他不能拐了，他现在不能拐了，嗯，他先煎，对，现在煎了，他接住，
它不能管，它不能管了。对，拐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对，它有断。这边有起，那边有个立了，有立了。拐它有个断。对，刚才我们说的就这个打支。对，嗯，你现在打完了扳，它一打打这个，你补这个，这个受不了，这三个字受不了，先手提受不了。所以他现在没有拐，打吃。嗯，很痛苦，从里头打，为了抢先手，里头打比较痛苦，然后接上。接上，这个白棋的棋形好像有一点。对，这步打有点痛苦。是，他如果不打，这个好多余形啊，他打不着。对，黑棋挡住，白棋这儿得走。对对，白棋这一串好像，我觉得白棋心情会不太好。嗯，首先呢，如果黑棋能退，现在注意不能退这个，你退这个呢，它断是先手。这块呢，虽然这白棋一提它死了。嗯，因为是因为气紧的原因吧。气紧了，你再尖它就。单粘，对，都从后面粘。死了，对。这块做不活。嗯。你团它点，这是死的。静死。对，这是静死。所以说他这步还是不能走的，那三个也还在。所以黑棋呢只有接这个，把这块接回去。嗯，但是这个打也是先说，对，黑棋现在局面不错啊，白棋扳很厚实，来攻这个。那这黑棋把这儿破了，已经把这儿破了，但是白棋呢走在这儿，但总的说来不如当初白棋拆一个，现在毕竟这几个在里边了。嗯，但还是这儿黑棋在这儿呢走错了，这个飞这个结果呢并不理想。嗯，弄得人家攻这个。但总的来说是不是还是黑棋，局面是黑棋好，还是要稍好一些，黑棋还是好一些。但是白棋呢挽回了，挽回追回了不少。对，挽回了一些实战。不过快棋比赛啊，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现在局面还早，点这步很厉害，很凶啊。白棋如果能把这个吃掉还是可以的，但是这步不肯下，这步将来有尖呀，对这边威胁也比较小。嗯，但是跳的话呢它有个点，这是实战，这步点很厉害，它接跟虎差不太多，它一点黑棋要跑，黑棋后哇，白棋什么也没得着，他又跑了。这两点很漂亮。对，现在他没办法冲他跑，他吃不掉，这已经抓不住了，抓不住。你要接吃这三个不行，对吧？你冲到底，这三个虽然长了一些木，但是自己外面这三个子还要可能就要受攻了。对，这外头三个不行。所以就是初初看呢下成这样，白棋有时候挽回，对吧？你这个也是木的话还是挺大的，那黑棋肯定也料着了，没肯补。早知这样他就下这个了，早知这样他就下这个了。我们看看形势啊，那边二十七木刚才数过了，一二三四面三十木吧，加那个三十一木啊，这是眼见的木。那么这个这块呢现在的情况，十、十一、十二、十，这是十一、十二、三、十四、五、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也有三十目，这个跟这个勉强抵了，差不太多。那现在呢，黑棋这儿有三个，白棋这块呢，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那块大概十二目，十二目呢肯定能把这个顶了。那个算贴目，这棋呢吃掉的话，局面还很还可以是吧？差不多，其实局面，因为这个十二目顶了这个十二目了，那个是贴目，那这个能算到十二目吗？差不太多，毕竟该他下。差不太多，他毕竟是两个子，比如现在他肯定是走这个。当然，白棋就点角再挂角什么，算不到十二目，差不太多。他主要带了个边儿了呀，对，毕竟带了个边儿。然后中间黑棋呢还是比白棋厚一点点，如果这样进行的话可能还比较漫长，接近对局面还早，因为毕竟这个木在现在这一点，马上动出，对，然后一点这很严厉，
跑了，因为他这儿打是先手，黑棋外边呢很厚。关键是这个跑出来不要紧，白棋自己好像还有可能受攻啊。挡还有可能是先手，因为挡完之后呢，这个一夹，这个脚上是个打劫活，脚上有个打劫活。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打吃，可以一路打吃成打劫。那么搞不好被他挡一下，这个那就成了这个样子，跟这个本来是木，这一下成这样了。是，如果挡是先手的话，那么白棋外围也有可能被攻啊。这个挡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挡基本上就是说呢，形势不利的说，这个挡肯定是先手，白棋得补，因为这块还是很大的。对。这个动出好像比想象中要严厉，厉害。对，他呢直接走，他基本上预计到他不可能，还是要现在看还是双一个好，吃的是关键。对对对，这个吃掉本身也有十五六目棋，吃的是关键。嗯，他可能不爽的被人家搬一搬，那只有接住，只有接虎也虎，虎的话就人家长吧，他主要被打两下。对。不走了，哦，现在就打掉，还是单战吧，比较漫长吧，还是比较漫长。嗯、对，黑棋呢，战线拉长好一点，对，战线拉长，黑棋现在机会、把机会留到后边啊，对，白棋把机会留到后边，来看实战，嗯，这个点很凶，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一看，我觉得韩一舟今天状态还是很好啊，对啊，这点完走了。来看实战，白棋没得走了，白对，先虎出去，连这个都要，要这个都要。这现在黑棋已经有一点这个攻守逆转的感觉了。对，因为他这儿很厚，打先手很厚，你要是压他肯定就跳。嗯，压就跳，连这个角也守住。白棋站了半天，就这一点目，这个挡还是先手，这一点目，如果这不能够有所作为的话，这棋肯定是目不够。嗯。没木了，全盘这个角没多少木，给他如果先手挡的话，这个就十二三木，这就八九木，对，全盘二十木，这不行，那块就二十七木了，这样肯定形势很不好，所以白棋必须想办法。对，现在对赵成宇来说局面是比较严难的，严峻，对，局面现在比较严峻，被他这儿动出来，所以白棋得想办法。我看他实在呢没有这样走，白棋实战进来，对，打入，打入把局面搅乱。嗯，他肯定是拐跑，还退，还能继续压，不担心这个，因为你走这个他走这个，你不能一路压过来，压过来他搬，气并不长，你给他打。嗯，我如果粘住水气场挤手筋啊立马大头鬼教科书手筋好像是快一起。嗯，接我们还是走的复杂了，对吧，行黑的像是行的样子，但是还是复杂了。我就粘了，因为当时呢搬一个最简单，不用这么复杂，这一眼呢看不太清，那么这样的棋这步没有它可以搬。嗯，如果是断这外头这边就有关了，这边的棋有关、哦，现在他接这个像是先手，这一段外头死了。嗯，因为这也是先手。嗯、那么他再挡下来，如果粘上，一二三四五，这个不够气、嗯。对，所以还是不能压。吃了都不行，给他外头太大了，对，外头太大，对，他不能压，不能压不过来。他还是继续长，补了吧，嗯、对。黑棋补了，对，这样黑棋的全脸上了，这个黑棋比较厚，看白棋这边有没有什么作为了。现在白棋有一个一路跳过的手段是吧？接就过了，接先手，打就过了。嗯，
但如果像您说的，如果挡一个黑棋，他只能看不见了，他先跟你打劫。就你现在黑棋在挡白棋，肯定不理。现在没法要顽强了。对，现在你挡顽强脱先不理。对，你现在挡，他就跟你打劫嘛，打劫活嘛，加加的。那么白棋还是拱啊什么，还是有些劫材的，打劫比较乱。实在他是飞了，黑棋也没敢走。攻这一块，对，冲冲，他搬，这局面断，就挑最乱的下，对是吧？长，白棋长这个的意思，白棋不能长这个。现在长这个的话呢，这个子呢是吃不掉的，他因为他有个先手打。打是先手，打我只能对打他只能提，那个不摆，吃长吃长，这个跑不掉，跑不掉，跟黑棋走，杀气不够，这个棋跟这个棋杀气不够，杀不过。就是这几个白棋和黑棋比对是吧？所以说他退这个呢，是为了要争这个，可以争掉这个，白棋也贴，黑棋贴，把这个跑掉。很想搬是吧？很想搬，搬的话呢，他就会吃这个。但是现在搬，走哪个呀？搬这个，还是打这个？打这个是先手，弃这个，提提。这三个现在已经吃不掉了，你看吃他跑，吃他长。这三个跑已经没问题了，没问题之后他就挡这个，对，这样白的不太够气，白的不够气，搬他就挡，跟这块杀不够气，而且不知道怎么吃，还不能贴住，这一类的话他这儿有打吃，这儿有打，这儿有扑，这明显不够气，提了收一二，这才四气，一二三四五六，大概差两气，这明显不够气。拐也行，哎，他只有接住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差一气，白气差一气。拐的话，白气差一气，那实际上是差两气，因为最后呢，他会收这个，收完这个他会接这个，一般白气这儿还得装一气，这样不够气。这是实战，断退他贴，对，爬过了，爬过，接了没有？没有，没有，直接爬，你确保呢这几个先连回去。对，这个爬过之后，黑棋，黑棋又亮出了一个，下得挺凶啊，对，这个手筋，很漂亮的手筋。黑棋还要来手筋，你看韩一舟这盘棋，我觉得真的是表现还是比较出彩的啊。对，这韩一舟和赵晨宇，我记得他们俩等级分是很接近。然后之前呢，他们的对战成绩好像赵晨宇要稍好一些。啊，赵晨宇比韩一舟还稍好一点。对，虽然年轻，但是好像稍好一点。其实赵晨宇现在成绩也很不错。去年他所在的这个围甲队，是得了围甲总冠军啊。江苏队。欣赏他这个靠，对。对。这个靠呢？你首先来看这步行不行？这个呢，它一定会断。它棋的感觉都在外边，这个靠，那它肯定断。断的话，这些都不行了，对吧？这儿要争，走这些呢，你比如搬这些都搬不着了，它会搬。你要弯的话，它接住，那边都可以不要。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这两个现在一打争掉了，他现在吃，吃呢还吃的不是很舒服。如果吃这个吃不掉，他没吃掉，他又跑。对，那我只能如果吃这个呢，将来他一打，他还能把这个拔了。对，打因为你不能接了，你接了接就接回去了，接回去了。哎，关键是那上面的对杀怎么样？对呀，先说那边一飞，这个没有对杀，这几个肯定死，这太大了。
所以搬肯定是不行，这个结果白的肯定是不行的。嗯，因为这儿不能死，白棋没有吃着东西，就这儿吃了俩。对，然后这边爬了一手。这爬了一手，关键就是说这儿一打，这个还能拔。对，嗯，所以这肯定不行。这样的话，它就是长，它不能搬，那就是长。这个子没有，它长，来避免被你争掉，不是长，就是搬，这是它能下的两步。我们看，如果它长，我们再看它这步靠的手劲。他实战下的这个，这大部分是第一感，感觉是靠。白棋如果顶，它就断。接下来呢，不是搬就是长，因为这步不行，他搬完了接先手一飞，这个不能死。所以呢，我们先看，如果他长，也是搬，搬的爽了再说。退，还是得接。接，那这样子，这个呢，死活不明，先放着，然后他打吧。打不打这个还是直接来敢退吗？不敢吧，我就跑出来，不是把上面这边吃掉是不是就可以了？他就打掉接接上。嗯，收气吃应该是没有什么，能不能飞着了、哦、不成问题吧，这飞一飞什么都还是应该是先手。黑棋有可能转身是吧，黑棋肯定就要气了呀。哦，这总还得走，这个棋输好多了，这样这儿也出不来，他急什么是先手、嗯、这可能都是木了，进不来了，进不来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这进不来的话这个木太大了，太大了，就吃了这几个进不来肯定不行、嗯、这太大了。所以说呢，白棋呢可以吃掉它，但是从大局说来，它可以通过气子把这儿、嗯、把这儿都围住，韩愈州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是是是，所以他碰出来就不靠。棋呢是外边大，有的时候呢不要老挤在这个里边。对对，他把棋呢下到外边、嗯，这样呢，虽然这儿呢气掉，这个外头呢很大，外头。具体呢，直接打也行。所以白棋还是不敢这么下，好像不敢顶是吧？只要被断掉就不敢顶了，顶它断，你现在退退它就搬。嗯，那走它是弃子的，它只要一沾，这个接虎呀都行，它接你肯定把棋走在外边，要不然接，反正就这么几步，是打了也行，就这么跟它慢慢陪着你走。嗯，攻击的过程中顺势把这个空都围住了。对，它就这么，人家不说点有没有都不知道。是，你要这些走一走，收气太小了，收气这主要太大了，你两头顾不上。这儿呢，将来被他一尖，主要是这边虽然能连回家不收气，但是一尖到这里，这边又要和他收气。对呀、啊，你总不能不走，不走他有拖什么的，棋又出来了。他顺着这个过程把这儿围住，嗯，对，这确实白的，这还是明显不行，不好办。嗯。那么他如果说是搬出来，这倒是打不打，是不是已经快跳死了是吧？跳吗？已经快跳死了，跳长，先断一下，断我先吃吧，吃不了的跑。我从这边打，这个、那我只能当弯。这断一下太痛苦了，那够呛了。好像已经直接被吃进去了，所以它不能顶。对，所以不能顶。所以实战他退也是感觉对的，是还是然后再顶过来？对，他顶又跑。对，方老师，那他这个棋直接搬出来可以吗？直接搬它也不会断，它也不会断，它也没法断，它可能也是单长，它也是退，对啊、哦。但是这个靠是棋手们的第一感是吧？因为靠完呢，它就有些变化。你退的话呢，它这儿走着一个，它也不见得走，它会不会搬？比如说搬，嗯，它就会有一些别的变化，对，比如说搬，比如这个也
是很想下的一步托。总之这个靠呢是局部的一个低感，对，因为它可以顶出来可以搬，它实战是出来了。但是现在黑棋呢可下的点呢，因为应该还是很多的，黑棋比较好掌控，长，对，然后粘出来，这样子呢就黑棋呢是顺利逃出来了。黑棋也可以跑这边，黑棋也有别的下法，比如说拖，拖也很诱人，这一带拖就是在这个逃出来之前先要求联络，搬不搬？好想搬也是很想的，他在拖。您这个下法就是最狠的，这些招法都有是吧？最狠的等于不给这个白棋留一点点这个回旋的余地了。对，他是冲断，因为他火气比较盛。实际上呢，这类呢白棋现在形势呢显然不大好，他才会下这种棋。实际上好像直接本来也能拖过，你看拖退总不能接呀，对吧？接了太小了，他不是断了腿，总不能接呀，对，接了他再搬粘，这太小了，到处都是味道。那他总是立了的话，那他就断上，跑出去了吧？一个弓，黑棋下法还是很多的。对，这一带可能想要拿住黑棋不容易啊，不容易。对，下法还是挺多的。他是退，这样子呀，然后拖回去之后，套回去，这一带韩一舟呢又亮出了手筋，是不是顶了？顶的，对，顶。长，这样黑棋我觉得下法也比较简明，简单联络之后，白棋现在两边都要处理了，但是脚会损一些，他跳下去了吧？他跳下去了，不如刚才拖退。脚先守住再说先守住一边是吧？可能觉得黑棋觉得这样子他也比较有信心，我觉得是吧？对，再拖，还是他现在在拖，这棋不能搬，搬这边他一退立不下来，太痛。对，这有一段立不下来，对，有个段，你如果只能粘住的话，粘不能看了，他还会继续下，又搬粘，这块先都成木了，对，他有个搬粘，他就跑这里，所以黑棋可能觉得这一棋都还在，搬这边实战，爬爬，得争多脚，打了吧，打这个，这是常见的手段，断。对，白棋也是很顽强，他必须打了这个，不然对打爬，接住，这个变化不多。那白棋现在困惑就是要不要拐一个。拐的话他还是会拐过来再打，但是吃得掉吃不掉，吃掉也没有多大，好像这还有个爬压也是先手，还能借用借用，对吧？他也没心情吃了。但问题是就是吃掉的话，白棋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可能是要稍差一些的，就不太好追赶了。实战我们看白棋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拐一下，他是要选择的整个拉出来，对，他选择是比较一种白棋要把这个跑出来，对，带着这两块跑，觉得局面乱一点，机会可能多一些，拐过来，对，他打还是要求战，踢掉，尽量把局面变得复杂，往外跑，这样的话脚上是木数受损了，但是对好处是把这一串白子都拉出来，但是他打是先手，白棋黑棋基本上是活的，总的来说还是白棋勉强哈，对，白棋有些勉强，但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局面下只能是跑，用最这种胜负手啊来把局面呢变得复杂一些，跳，再跳，他顺便一边围木一边对跑，
然后黑棋现在下一手一只要一打吃就已经做活了，对，一手就活了，因为打的话你只有打、嗯、黑棋打这个你只有打，所以他一提就是活棋，活棋这白棋是其实还是稍显勉强的，嗯，跳出来黑棋就跟着跑，嗯，这一带味道也很不好，这一带这块还没活往外跑，黑棋跟着走，现在黑棋形势大好，现在黑棋那我们如果站在白棋的这个立场上考虑的话、嗯、对白棋来说现在想要争胜负是不是也只有这样的下法了，他刚才拐了打这个角就大不少，他弃了这边再继续做，再继续做，对对对，是吧？那另外一种思路，黑棋呢只要让他成不了目，嗯，还是目数嘛，他要那样的话毕竟我觉得拐了打正确一点，被他挡了之后人家这儿还是活的，嗯，你自己再一跑孤棋不行，所以你拐完之后再吃，他吃这个你就飞一飞，那他也不见得吃这个太小了，他往外跑，那白棋还是能跑，白棋如果还能跑的话呢，这多了一个拐呢，这个挡没了，本身目数大，黑棋这一串眼位也小，对，我觉得他应该拐，可能拐反而更是一种争胜负的这个手段，是吧？现在局面不大好，主要是现在这样进行的话，这个局面呀迅速在棋盘在变小、嗯、对，继续跑，很快这一串、嗯、棋盘唯一空旷的地方，很快这个棋子都快落满了，这块也根本不像能吃的样子了，这儿有这块不知道活成什么样了，这儿还有打吧，嗯，来看看目数的情况，这块27加这个30，这可能还多一点，对，这个这儿还有一点点目，这30目，1、2、3、4、5、6、7，这40目肯定有、嗯、这儿没算40目，那白棋40目还是比较保守的，度过比较保守，接了爬过，这这就11、12目吧，接了还得爬过、嗯、冲了挡铺完了，1、2、312目，1、2、3、4、5、6、7算8目，这边20目，这边是13目，33目，嗯，这个没有死，嗯，这会成几目吗？但现在主要是这儿别让他再围了，他现在白棋呢又要顾这边又要顾这边，嗯，现在白棋多少目啊？加起来白棋呢光加这轮30目出头，哦，那个角没有，这两块加上20目，哦，加这个呢12、3目，不算这儿，但12、3目，32、3目，所以他又得把这儿围住，嗯，他得把这，现在的问题是先要处理这个，现在这个不活这个不活，他现在要处理这两个，是白棋要处理怎么做活，如果白棋把两边都处理好了然后空也守住，那还是可以的，还可以一战，还可以的，对，那是可以的。好，所以你没看他煎了，是吧？煎住，这个也是很把这儿撑得很满。1、2、3、4、5、6、7、8、9、10、11、12、3目，先把这儿的目把这个空先牢牢的抓住，然后看你这边我要自己处理好。嗯，处理好的前提也是不能让黑棋啊，这个顺势把这个角全部拿，不能让他围太大。是。往外冲了吧，冲了，他现在处理这个就有点累，总的出来白棋形势还是很累的、嗯、对，跳白棋又先薄，对，他搬搬，你要挡的话、嗯、有些薄，他会不会有尖打，不知道是不是有挖断、啊、不敢挖断吧，现在挖断这个粘不会冲下去吗，会不会整个看的是不太活，你也给我打，我先粘上。对，这里边有什么棋？这多一个尖是吧？刚有没有挖断不知道。先尖，我能双吗？双不到了，好像。敢不敢双？我如果先粘，粘的话相当的风险危险。他好像不用破眼了，你就这么尖啊？冲进去还是直接了，整体来吃了是吧，好像是有点危险好像是有点危险，那我能不能双呢，他是不是直接冲断了，双就冲，这个没有，嗯，你得打，
打了个结子，你得补这个轮胎下气怎么样啊？这个气是啊，气并不多，挖只有接住一二三四，也就四五气，气也不够，接住一二三四五，已经六气，他得走，气不够，就把它当一个，气还是不够，嗯，而且他还可以接飞。应该气还能再长一些，这是一种下法，有一定的危险。来看他实战，他也是觉得这地方有些问题，不过是快棋，黑棋呢总觉得呢机会很多，就是说他得把握住，是能够怎么样，能够平稳一些。对，有的时候就说形势好的时候，不让下，大家说我这个棋有一百种赢法啊，只有一种输棋的方法，结果就偏偏选择那一种。是的，他黑棋机会很多，不知道该下哪儿。来再搬，这实战搬，现在他是选择的双、嗯、对，他就要把这地方补强，补强。你如果粘的话，粘了他再搬，我再搬这个打起来就不爽，这个打就没什么意义了。对，那么黑棋是双的吧，黑棋双，对，还是说你挡他要打、嗯、这个双就亏了。嗯，所以现在黑棋团还是团住、这个、棋形，黑棋的白棋的形状下的有一点、嗯、不好看，不太美观，但是没办法。双之前是不是这走了几个啊？没有没有，嗯，他就是团的，嗯，团啊，传到这儿之后，将来好像自己要冲断黑棋也不太好冲。对对对，因为将来如果再冲断、嗯、断上去，这是一个方四段。对呀、啊，嗯，形状有些问题。这时候有时候形势不好不利的时候啊，就是棋形怎么下都觉得有点别扭。他走这儿，现在呢这儿呢来看这个冲断呢暂时没了。嗯，因为你如果冲，他会挡住。断啊，这个断上去很难受。冲，我如果团，团肯定不行了。现在一断，断就死了。对，他要是长气呢，可以先团这个，但是又跳、嗯，也差一气，因为你团这个呢，他断，还是断，收不住气，只能尖尖他一收，慢一气。对，所以现在这个冲断是不成立的，冲断不成立。这还说他得先把这个团掉，嗯，能不能团掉还不保证，所以现在这个冲断没有，冲断没有，他黑棋先把自身补强，补强，白棋跳出来，白黑棋呢还是稳健了，觉得木够了，木要不够他会吃他的、嗯、哎呦，这个棋还真危险，你比如尖一尖敢不敢要，是吧，这棋能活吗？真是很危险啊！看不着，胡也是先手啊、嗯，能靠吗？这扳，胡也是先手。对，看不出来眼在哪儿。很危险，这就是黑棋进入不知道走哪步了。方法太多是吧，他方法比较多，他走的是稳健的尖、嗯、一边守木一边威胁他，意思你跑了就行了。哦，没有，他是不是多了个跳，他补，对，补的时候，补的时候他跳，给他跳，对、嗯、他就是不知道下什么了，他如果直接来吃的话有可能是把他全部吃掉，但那样的话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有时间的话肯定是要死了。哎，有可能，因为现在是快棋啊，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用时的情况。对，如果说读秒已经十四保留时间用完的话，对，那好像这个有点冒险。对，嗯、白棋、黑棋还是稳健了。对，黑棋，毕竟赢半目和赢十目都是一样的。有时间的话，应该是要死，都看不着眼位。对，其实这时候有也能体现一些棋手的性格，对，是吧？他补这个，看来韩一舟还是比较稳的，对，稳健。哎，这。啊，这有就这有了，对，他走跑，白棋跑这个，嗯，韩一舟好像是北京队的棋手啊，要不要了？没有粘，上面打吃，啊，
像是在打浆的感觉。活这块，哎，这块没活。然后把这个粘了，活之前。就说你不吃它，它就要吃你。哎，它先团，黑白棋先团。那还是团了这个了，白棋。就是黑棋粘的时候，白棋团。白棋现在团着了，还是很细致，还是念念不忘这个。嗯。他把它铺了。铺掉。撞景气，这时候不差这一目。本身是有点损目，应该走这个，但是他现在想让他把气紧，他已经感觉到，因为现在这块没活，你不吃他，他现在要吃你，对，所以他走打接，把他气撞紧，接住这个打先手，这样这一只眼这一只眼黑棋没问题了，白棋爬回来，白棋这一冲一扑没有问题，黑棋提，黑棋确保活，冲掉。冲了是吧？对，冲掉，然后冲掉提，这样黑棋呢彻底活了。嗯，这还是你不吃它呢，就给它成先手跳了。好在呢，现在它不能冲，不能，它还是刚才的不能冲断。一冲断呢，它有冲，跟刚才一样团了它一段，你建议收气，所以这两个丢不了。但是现在白棋吃掉应该是不够。照理应该补了，这个太薄了，但是补一个被他围住肯定不够了，这可能也是黑棋这么想的。这不，黑棋觉得这样子乐胜是吧？差不多有30+30+60，1234-5，勉强算贴目吧，60目都不空。这边这还得补这块十，这块12目。1234567812目，12+8，这块还是20。这儿呢多了一些，但也到不了60目，那块成得了40目吗？1234567890，30目不够，30目。差距有多少？盘面18目，不行。盘面18目，那也不小了。嗯，对，差距比较大了，所以说不行。不行。白棋的进去还不是不够，还得拼搏。必须拼搏。嗯，如果能够先手交换一下再吃回来，对，那个空不能给他，那个空不能给他。如果他不吃这个随手围一手的话，那就是说呢，黑棋还是该吃他，吃不了的话，至少不至于跑这儿提一个。嗯，不吃他被他一走呢，自己还是走了个后手。但是这种吃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下决心，吃不了没事呀，吃不了。如果说被白棋这么全活进去了，嗯。行，看实战吧，他走的这个，嗯，要白棋。如果是方老师的话，就准备吃了吧。不吃不了，我肯定吃它，因为吃不了也没有太大关系。黑棋会把外头下厚了，嗯，对吧？我即使一跳，总能把这儿围住。是。而且呢，你说这儿的木它也没了，它现在这儿断呀，什么这儿的木还在。对。好，丁。它还长进去。长进去，所以现在白棋是要挑最。最狠的最凶的下法，黑棋没敢挡，没敢挡，挡是怕什么呢？他怕断吗？还是怕断还是怕加？我觉得他加吧，断不至于，加也不知道下，总不能立下去，立不下去，立下去明显的，对呀，那这不行，这吃不掉反而不行。嗯，你要接的话，他就度过。嗯，不太好吃，看不清。对，主要是怕夹断，我觉得不怕。你断它长，这没什么呀。你压它长，还不说搬了。嗯，那这儿有爬过，它只要气长一些，那跳一跳也把它吃。对，那应该是怕夹。断不怕，对，它是怕夹。我觉得它是怕夹，嗯，所以它实在是跳，它已经放弃吃它了。长，他这步这个字没有，对吧？嗯，没有。刚才是尖的时候双的，他一直没尖掉。然后黑棋粘回来，这粘也是巨大。对，非常大，因为那儿被破掉了，这儿被他真吃了，还真不见得够了。将来其实如果说白棋断的话，还有这个冲呢，可以把这两个字也冲掉。还是冲不掉，你冲他冲。这个永远没有，不是？那他已经气紧了呀。我如果断到这儿的话，那边气紧没用啊。你断这个，哦，他还是冲这个，还是不行。对对对，他是断这个，还是吃不掉，还是吃不掉。嗯，
这只有两切，所以这个是吃不掉。但是黑棋这一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走，迟迟没走。对，这白棋这儿还是有个尖。嗯，黑棋好像把这个刺掉是他的权利、啊。对，我觉得他早该走掉了，忽略了。好，白棋这有尖断。他先没有。先靠。他还不肯下班，他上班。对，他上班的。有的时候厉害，有的时候不厉害，断他虎。我觉得快棋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啊。现在交换两手之后，现在白棋在尖，这个亮招了。对，亮剑断。黑棋可能原来是想的比如这类招法，所以他一直不走。他本来有顶，现在没有了吗？现在顶还是有可能，他就团接。他现在呢，这儿就有打，先打哪个？不管打，他好像就有打了，是吧？你打我粘住，打。哦，这个气，哎呦，这就哇。那边情况整个变了，本来这些招法没有，因为你吃这边，他吃到那头，别把那几个卷死了。这怎么办呢？我是只能尝过来。他只能尝，打掉吧。打掉有没有关系？尝还是冲？冲吧。不知道要走哪个。不管你走哪个，粘一个，他爬你冲不下去。冲不能起这一气。死了。哎，那我当时冲在这里好了。那他接这儿，他接这儿还是死。不是，我不粘吗？我当时冲在这里。冲他打你一下。他走这个你还是不能冲。冲你可粘这儿。对，粘这儿。对。这儿活了就看不清了。这哪看得清楚啊。关键是这个下面怎么办？下面要如果被白棋这样子金蝉脱壳了啊。这样看不清。所以说黑棋要下，他这个棋呢等于是一直是没有的，他只有说靠完了断虎的时候，白棋这个时候才突然有了。对，这时候明显感觉赵成玉醒了，是吧？赵成玉我觉得一直是在等待时机的。对，这地方看来还是有些机会。这靠完了断，黑棋呢下班就没问题。他原来肯定是准备接或者顶的，现在这个没了。我看这是这样子的。对，他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就这个时机，他不能顶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了。对，他不能顶，就刚才那个棋他又保留了打了虎，就是这个一瞬间出现了这个间断的手段。间断，赵晨玉也是抓住了机会。有点乱了，有点乱了。踢了这个一度过，哇，这样出现一个劫，只有扑劫。这个劫有点扑劫，有点乱了，有点乱了。对，但不扑劫是不是就不够了？如果不扑这个劫，不扑劫不够啊，不扑劫肯定不够。你别处如果吃不着什么东西，这个是吃不掉的，那个吃不掉，这个吃不掉。你挡的话，得飞这个脚，对，脚你走，它爬回去，那个吃不掉。我走这个就爬回去，对，那个肯定，那个是吃不掉。这个吃不掉的话啊，那这个白棋一下子要长十多目棋呢。那肯定不够，黑的刚才是把这儿的目算上的，现在这儿也没有多少目了，他那儿也没有多少目了，因为他这儿打你只有打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四目棋啊，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十二，是这个差。你如果不走，让他一补这个目，你这个目比他这个大不了多少了。那你整一全盘还是三十目，这个贴目还不够。三十目这个跟这个顶了，那是不够的。他这个就这个加原来的一点就三十目，这还吃了点，这是不够的，没围着目了。这样，他现在必须打赢劫，打赢劫才有可能吃他。本来这几个是孤子，能不能活的问题。现在呢，不单人家活了，还把黑棋吃了。
自己也没围着什么目，是，所以他就黑棋一直其实一直小心翼翼的在这个维持局面，就是胜利果实哈。对，但是突然被白棋亮出了手筋，弄出个劫来，弄出个劫。这个劫其实也好在黑棋好像劫材还挺多，但从这个劫本身来说，黑棋也有一点重，是吧？如果白棋这么一步一步提过来。也挺大的，也挺大的呀，提完打的也挺大的。嗯，现在就是看劫材了，他也不能找小劫。现在看全盘的劫材，冲，还好黑棋劫材还。有时候说劫材也是目数啊。对呀、啊，冲打劫，白棋到哪儿找劫呢？哎，这个之前已经交换掉了，已经交换过了，这、已经有了。白棋到哪儿找劫去了？白棋这一带有劫，没什么劫，只有这个有劫了。哎，等一下啊，对。打、这都是劫，在劫提断黑棋断黑棋劫不少，扑都不是劫了，是扑不见得是劫，但是断是劫，如果不硬的话一长这个还是受不了。这是什么？这不行，这肯定被吃成什么样了。嗯，他打断打提，这个是劫，是这个白棋只有这个劫了是吧？嗯，太大提，这几个交换完呢，这边拔完就不算很要紧了。到哪儿找劫去？黑棋这个是不是劫？像是没找吧，看一看，没找这个劫，扑打吃这个，打这个是劫，这个好像也是劫吧，这个是劫，这个一抓这个连这儿都死了，对吧？连这儿都死了。嗯，这个肯定是劫，这先手一抓，这一是二是已经看着三十目了，这个是劫。黑棋提，白棋怎么办？提这个了吧？提了，对、嗯、对，他再提回来，黑棋果然是没敢扑这个劫，再扑那个应该不会理了，他没算清，不知道谁赢，这时候就凭感觉了。这个冲也很大，他实在是冲，嗯，但是冲这一步风险很大，冲完之后人家就有冲断了。哦，这个交换了是吧？对，你看实在他是冲，我觉得可能是扑更好，扑谁赢呢？不知道。要判断一下吧，你要判断一下，因为这时候胜负关头了。是，现在黑棋如果扑白棋提，嗯，黑棋提掉，白棋抓掉，这回是先手，还得走一个，打住打住，打这儿吧。哇，这样形成一个超级转换，冲不断，对、嗯，这是个大转换，没了。哎呦，很痛苦。对，这一飞。嗯，飞一个飞的黑棋还有点难受，这块还有点难受，这个棋下的不走了，干脆还是这个大、啊、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哦、这有个字，对对对，有个字，这个是先手把它走掉、嗯、走掉，也就这儿大了，没了，挡住。嗯，这样子来判断一下形势。这个战，这是个什么战果呀？二十七加这个，它还是三十。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十五，六十五目，白棋有没有六十目的问题？十。三十五六七。这是一十，十二三四十五，二十五，一十二十五。三十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五，四十五，五十，五十目出一点头，五十目出一点头，黑棋应该是好一点，还是黑棋好一点啊？黑棋还是好一点，对，黑棋前面的本钱还是比较多的，虽然这儿丢了，但毕竟把这儿吃了，是，他可能没有算清楚，嗯，铺够不够，不保证够，铺可是不保证够，对，你看他一直没敢铺，嗯，他实在是走这个，这个有风险，是有一些有点损是吧，不太肯走，对呀、啊、人一冲死了呀，嗯，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交换之后，它就有冲断了呀。因为本来是有冲这个，它团住本来有个没有，这时候有个断，断呢它是紧不住气，大致只能比如说尖一个，尖它一收气，哎，等于现在你这一冲，你这一冲自紧一气，自紧一气，对，你冲完现在就不能走了呀，你现在不能冲了呀，冲太团，你再打它就接了，等于你走了这两手，这样这就变成三气，对两气就死了，这多出个冲断来，这还跑不回去，那差很远了。所以这一冲一下其实是有点心疼的、啊、我觉得他忘了，还是说觉得他不会忘，他肯定觉得呢不要紧，他冲了，对，他只有想一心把这个劫打赢，他要打赢这个，他准备气这个，这个快棋啊，对，这个三十秒一步，有的时候要考虑特别的周到，也要求有点太难了、啊、他认为问题不大，他把这棋撞进，对，他认为问题不大，他认为只要把这个劫打赢，这盘棋就应该能拿下了，打赢之后呢这地方有很多东西、所以他就提，就不在意这些小节了，对，他提，他准备弃这几个，他就可以吃这个，对，这边我们还原一下，这里是这样子，这边他没敢扑，他冲完这个提回来，现在就是说看白棋怎么办啊，不是黑棋把这个提了，提，对，现在该白棋找劫，现在白棋找劫有点难找，哎，冲这个白棋的劫看一看啊，白棋没找劫，竟然我们先来看实战，白棋就接了，白棋是下的这个，对，就把这个劫让了，对，白棋打了，把这个也打了，他这不停的在打将，把这个打了、白棋当然看着这个了，白棋冲，打，对，白棋断了吧，对，白棋断了，但是这个棋呢黑棋冲太团，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战，他靠，他冲，然后白棋又是挖，对，好棋，你冲，然后扑，扑，提，再打，这步是先手，这边要补，多来点木，多来点木吧，对，他就这个往再拱两，但是这一提过来，这样子成了一个黑棋的无忧劫了，对。黑棋他这个打完劫呢，关键这儿还得补，现在白棋刚才没劫，现在也没什么劫，就这儿多一个扑，可是这儿有很多劫，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白棋要把这一串都卖掉，他没看着，肯定你要是提了他打，最终的话呢劫是打不过的，比如说白棋补这个，白棋主要补这个，那黑棋那黑棋可以粘回来，黑棋可以把这儿吃掉，对呀、这个吃掉尾巴还是不够，白棋还是不够，白棋把这儿吃，现在的木怎么样，那肯定是不够了，现在收获怎么样，应该是不够吧，不够了，他把这就吃了这几个嘛，把这边都丢了，别处呢没有得着什么，别处没有怎么，因为这边还是二十亩，这损了一点点，对，这还有损，二十加这个32，这个呢将来收气40、50、52、53、54亩气、那边30、1、2、3、4、5、6、7、8、9、40、55、65、63亩，也就盘面12、13亩，对，黑棋好个5亩的样子，好的不多，因为这也损了不少，哦，只好5亩啊。大概盘面对我数的比较粗啊，大概12、13亩的样子。黑的要赢，这是实战的进行。对，实战他就没下了。对，实战的进行是在，就是黑棋靠了之后扑扑提，这已经冲过了，冲过来看，先摆一下实战。好。实战他靠，他冲，对，他挖，他打吃这里，
他打这里，打是这里，对，提一样的，他铺这个，他一定是先铺，这样子可以便宜没劫财。对，他接住，这个还没有接住他，他是粘这里，粘这里，你看他这一幕都不要，他可能是这样可以少一枚劫财吧？是，嗯，他走这儿，他一提，一提，他不下了，他劫财差的比较多，差的多的比较痛苦呢，他现在正确的下法，他得接回去。这是正，应该接这个。接这个，但是白棋、白黑棋、黑棋啊，黑棋接回去，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他费、这步最大了。但是他，这儿有走，挖可能啊，挖也没有，这步是先手。那这一带有一些先手点，应该赢的应该是很有限，这些是先手。但是说他这儿有损两目，他就没准备。这种时候没有准备收控，他更多的他认输的原因呢，更多的是其实他现在的机会比他前面还大，嗯，就是可能对方收起，但是他更多这个时候是后悔，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有机会了，他不消这个的话就非常的难说了，就是现在的结果他肯定是输，输不多，因为他一直是有感觉的，他倒是下的现在他没心情下了，基本上是实际上也是要输，他就是要等人家，但是差距呢并不大，大概我初初数了一下十二三目啊，这盘面十二三目输是肯定是要输，正常的话还可以再进行一些再等等人家出错，也就还可以再收一些关子是吧，抽到小关子对，收收小关子，要等等人家出错了也就这样，但是如果是慢棋，这棋肯定他就认输了，确实是不行了，对，确实是输了，但是说这个过程他认输的原因是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已经有机会了、那我们还是翻过来看一下哈。对，就是这个时候在最后的时候他别消解，出现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处，对，他就在这个地方别消解，我们现在还原再打这个劫，嗯，现在呢这个地方再打劫，现在再打劫，这个字没有，没有，这个字也没有，现在再打这个劫，黑棋冲完这个呢好像有些机会了，毕竟呢这儿有个冲断，嗯，这儿有个冲断，其实他刚才说了铺着这个是赢了，是因为 对， 对铺着这个不冲这个铺那个，对，铺着这个赢了，因为这块完全没问题，其实铺着这个他主要是这些棋下不出手因为本来这些铺啊这些都是先手，这个铺下可能这个铺不损，那个铺不损，但这一铺就多有点心情上接受不了啊，这个样子呢看上去白棋是有机会的，但是机会在哪儿不清楚，现在轮白棋走，比如说直接冲断可以吗？他一个是说呢这儿不是始终有个靠吗，这不是先手、不清楚，如果这么补回来啊，哎呀，直接冲断是什么，现在他如果就直接冲断，那情况肯定比后边好，他提他消劫是提这些还是这么吃这些，他肯定消劫，他现在不打这个都赢不了、啊、他要打这个吃他，现在黑棋怎么办，嗯，还有一个这个跨段还是有问题，他就不慌，立要立在这儿，他敢不敢打这个劫了，现在哦，对，这边还有用，好复杂，他要是敢跨的打劫，打完劫之后一顶他就死了，嗯，另外呢如果补这个地方呢也不清楚，如果补这儿把这个眼给他破掉，不是法老师立在这儿的话他不是粘还是先手吗，挤呀、啊、挤、这个、挤就无所谓了，挤就一打是个双哦，就是损点木，他是不是肯、是不是要走，现在呢这儿有个跨段，他有顶，还是跨了挖了铺，还是这样的招法，这还是有补吗，这样就脚上有出现一个结，继续打结，继续打结，白棋先吃一块再继续打结啊，这个没有提，感觉上呢劫还是打不过，对，中间这串劫比较多，劫打不过，他的希望就看这个怎么样立，嗯，立这个不过也打不过，他还是跨，还是实战的下法是吧，对，这个再挖，然后哦这样，对，你冲这个他就冲这个，然后扑一下继续打，那他
还是接？接。太提，啊，这已经走过了，还是这样。还是出现一个打劫。但这个打劫白去走两手，谁赢呢？就不知道。这个劫我提。他就接这个。嗯。我不提因为这儿还有吃，你吃这个，你除非是吃这个，吃这个的话呢，这个冲断没，这棋谁赢？白棋走一手，就算打不过，黑棋接住。棋、嗯、接住。但是这时候走在哪儿就有讨论了，因为现在这个冲断，接完之后这儿就有个冲断了。这样子白棋会好吗？因为这个角上又损了好多目啊，将来这一跳。损好几目，又损了好几目，那他就补这个，跟你打那个劫。对，如果是您立这个是想威胁黑棋的眼位。对呀、啊，这样才有可能打赢劫，但是损了几目。但是一点好像没什么劫，没有什么劫，这里没有这里劫才有点损。嗯，没有太多机会，那还是只有打这个，没有走出什么机会来。这个是劫财吗？那个不是。这都吃到这儿了。嗯，如果他打在这里，这样子形成一个转换形式如何？这个比刚才死的少，而且还能走着这个。嗯，他这个比刚才死的少，少多了。另外呢，就是他很可能是补这个气这个角，这样我觉得白棋还是输一点应该。而且白黑棋，我觉得有可能都不沾劫。是吧，继续来、嗯、因为白棋黑棋的劫比较多啊。 嗯， 嗯，对，这边都是先手。嗯，是的，所以他可能是还是补这个，他补这个补哪儿？补这儿吧，还是双、嗯、还是并补这儿。嗯，比如说就双一手，双一手他跳跳啊，那脚上被吃掉了，白棋走两手赢不赢？脚上被吃掉了，他肯定打劫嘛，这个劫是怎么回事？但是打不过黑的，白棋走两手不赢，不赢，黑棋的这个判断呢，冲了这个没事，他劫财。我看看这个劫财，黑棋要找的话是怎么找呀？黑棋就这么贴，贴这个还是劫财吗？我都可以提过来啊。嗯，你说的很对，他是不是可以吃这个？对，还是有点戏，打他提。他就七那个可以吃这个吧，这个又有点损，这个要不是劫就这个又有点损。对，因为黑棋毕竟损劫还是不少。那这个不是劫了，黑棋损劫还是不少，黑的呀，黑棋啊，黑棋这些都是劫吧，这你说的这也是劫。现在看现在看怎么样来吃了，奋力一打这是劫呀，这个对一打一扑这有俩劫，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像不像劫？哪个？这个不是劫，这个吗？这个给他团住气。就是现在看黑棋这里怎么找劫？对，黑棋这个可能不是劫了，可能不是劫了。走这个他抓掉，嗯，把这个吃了，那我就可以抓。不见得赢、嗯，这个不见得赢。他因为吃了这儿，他把这儿吃了，嗯。我们在这讨论，但是他们实战中应该是算不了这么远，这点时间下的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最后时间基本上是没了，所剩无几、嗯、那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能不能判断清楚，我们现在在摆了，现在呢如果把这儿吃了，但是白棋吃了这儿，把这儿吃了，这也损了不少，现在谁赢？那已经非常混乱了，这现在已经和这个整盘棋来看，好像在中局的这个这个结争可能是现在局面比较混乱的时刻。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这边还是三十、四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大概五十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勉强六十五目吧，勉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二十二、三十二、三十三。六十五目白的赢了，吃这个不是劫的话，这棋还真的是不好说了。嗯，如果只吃这一点，让白棋吃了这边，又把这个角，那应该是白棋赢了。对对，还是这个冲可能还是有一些撞了一气，还是对增加了很多变数啊。对，
就是我们现在疑惑的是，在打劫的当中，这个应该是黑棋劫才多，但是白棋没有再继续找劫，而直接消劫了。对，这个，导致最后棋局啊，就好像戛然而止啊，他没有什么变化了。应该说是没有注意这个靠了挖，是不是最后这个又被黑棋走出一个这个无忧劫的分段？他没有注意到，是最后致命的一击。对，最后没有注意到。作为黑棋说来，黑棋是没注意他尖跟断的手段，他早就发现了。但是他没有跟这边有一些联动啊。他就是说靠完了断了虎的时候，他这个手段就没有了，所以时机掌握得很好。是是是。其实他靠底下搬搬没什么，没事，没有棋这样棋就。赵晨宇还是在最后时刻抓住了一些机会，抓住了一些机会。可是，在最后时刻好像对又没看着靠，是不是又这个？嗯，不好说，是不是错失了良机？也有可能打劫还是不够。从进程上说来，他还是很懊悔的，要不然他不会认了。因为其实呢，差距没那么大了，已经、哦、对，因为他前面都没认嘛，前面差距很大，前面早就该认了，他没认嘛，一直在顽强追赶，他没认，说明下成这样，他正常。如果很平淡的局面，他不会认，还会继续下的嘛？因为其实呢，差距在越来越拉近了。是，他就是说，突然觉得有机会了，怎么突然又回去了？嗯、这种时候他的感觉比较明显。你说我们刚才在这个阶段，大概棋盘上啊，这个讲解过程中，我们摆了10分钟左右，好像还是觉得有很多没有搞明白的地方。但是，两位棋手在对局过程中，应该是30秒一步。对，30秒一步是算不清楚了，太难去把它判断清楚了。因为呢，它有两件事，一件是要算它的手段，就是有些什么手段。第二个呢，它就要数目判断这个棋呢差别不大。比如说呢，开始觉得这个是不能丢的，这些都是劫材。对，但是实际上下的现在随着这个进程，对，可能。就不是究竟可以弃哪个尾巴就不一定了。对，因为你实际上你贴它接，这个就不是你再吃这边不是劫了，对，再吃这边不是劫。而且呢，原来呢这些是不肯打的，那现在这些是劫了，而且这个劫他也得算，对，他就得算清，如果把脚吃了，把这个吃了，究竟谁赢，你还看不太清，这看的不是很太清。是，但是呢，黑棋吃了这个呢，这儿又多出个冲断。那他就得把这个点了，把这儿吃了行不行？那黑棋还得数清楚，如果不输，我是不是要到这儿？一个结构还是两个结构都要算。那白棋也要算，一打，提这个还是提这个，对吧？本来应该提这个还是提这个，他都要算。是、这个后边的手段，所以说围棋还是太复杂了，千变万化啊。即使到最后的阶段，一直是黑棋，应该说一直是韩一舟这个全盘领先的一盘棋，但是到最后阶段，实际上赵晨宇已经抓住了，找到了一些机会了。就是比较可惜，就是在可能有翻盘时机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棋差一招，棋差一招，他应该跟他打这个劫，这完全算不清楚。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觉得。很难算清楚的，这个地方呢，他早就虎掉的话呢，就会其实什么手段都没有，他可以走掉这个，但他一直没有肯走。按理说走完呢，他双了已经，对这个很多很多后续的这些故事就没有了，他要考虑的比较多，因为白棋呢。因为你有了好些头绪，他就会老去想，这样呢会费不少时间。比如他会算会不会可能立这个，因为打完劫之后一长，他是死的。后来看了看不行，那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是要费时间的，这个过程可见这赢一盘棋真的不容易啊，好累啊。没有看着尖的断，他后边呢还是非常的乱。是布局阶段呢，应该是说他没注意，这白棋这地方亏的比较多。对，被他一碰，这地方亏的比较多。是，碰的话呢。其实他没有能够贴一贴，把这边占点便宜，然后把这边再退回去，让它变成坏棋，所以那个结果他亏的比较多。而且他要还是不习惯打，没有能够习惯于打上边压过来，把白棋走在外边，那边走的比较亏的比较多。一开局还是黑棋领先的比较，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也祝贺韩一舟取得了3连胜啊，对，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接下来他还将继续当擂主，对吧？当擂主接受下一位棋手的挑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继续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再见。